与此同时，第三轮同样是跳 207C 的全红婵发挥出色，一跃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人们开始重点关注全红婵，包括坐在看台上的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小将能顶住压力吗？倒数第二轮6243D，全红婵的表现相当稳健，得到86.40的高分。身为世界冠军的张佳琪也没有受到第三轮失误的影响，他凭借这一跳得到了4个满分，名次回升到了第三位。决定金牌归属的最后一轮，全红婵不仅稳住了，还出彩了。这样，13岁的全红婵就以437.75分爆冷夺得了女子10米台冠军。比赛之前有没有想过能赢这些世界冠军？没想过。那今天自己是怎么做到这5个动作都做得特别漂亮的？教练讲了，把比赛当成训练。去跳，也放开大胆去跳。只要全红婵在后面的选拔赛中继续高光表现，就非常有可能以黑马的姿态进入到国家队奥运阵容的考察范围。明年将满14岁的她，届时将达到奥运会跳水比赛的参赛年龄。张佳琪。今天下午1点刚过，国家队的选手们便集体出现在赛场，做开赛前最后的热身备战。事关奥运席位的争夺，大家准备得格外认真。宗元无疑是奥运人气的受益者，而未满14岁的全红婵更是成为黑马脱颖而出。在去年10月的首场选拔中，她击败众多世界冠军，爆冷夺冠。100多天过去了，已经进入国家队的小姑娘，身高和体重都略有增长。他究竟能否延续神奇，还需要等待比赛的检验。你是不是想去奥运？想，每个人都很想。有多想？就这么大的比赛，肯定小赛好很多，然后比较光荣，然后那牌子可以挂上去。什么颜色的牌子呀？就你自己的照片。就可以，在国家队啊，在省队啊，都有自己的牌。那得是拿了金牌的人才能挂自己的牌吧？对呀、啊。那你是说，其实，在全红婵心里还是想拿到金牌，然后自己的这个照片挂在那个国家队和广东队上？是、啊。作为新生代的代表。年仅13岁的全红婵在本场比赛被很多人寄予厚望，她在前两轮确实表现出色，尤其是407C 的动作，以91.20分斩获了全场最高分。然而，她还是倒在了207C 这个动作上，由于技术上的失误，导致入水溅起巨大水花，最终只得到了41.25分，从第一跌落至第7。随后两轮，她开启追分模式，最终以384.95分回到第4位。赛后，他也表示出极大的惋惜。幸好半决赛，决赛的话，那你就完了，那就等到以后吧。决赛，先听教练的，先把起跳给做好。小将全红婵在上一站选拔赛中作为黑马脱颖而出，一举夺冠，赛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不过本场比赛他在 207C 上出现严重失误，仅得到44.45分，无缘领奖台。训练挺好的，就比赛就兴奋了，就想发力就过了。张佳琪手握高分却无法夺冠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全场个头最矮、体重最轻的小不点儿全红婵。14岁的小不点儿今天几乎跳疯了，207C 的动作，她的表现和张佳琪不相上下，都得到了94.05的高分。而407C 的动作，则有4位裁判给她打出了10分，94.40的得分也成为全场比赛最高分。而440.85的总成绩，是可以让所有对手倒吸。440的分数自己应该特别满意。还行。
想着要怎么去跳，不要想其他的，就想自己的。你要想着自己有没有可能？我就想着不一定想着去，你就想着自己超过自己就行了，把自己之前都说都超过了，就说跳得比之前好就行了。全国跳水冠军赛上海站女子十米跳台的决赛中，三位分别来自广东、北京和上海的零四后小将，凭借过人的技术和稳定性包揽前三。其中，广东小妮子全红婵再次扮演大黑马，三站选拔赛两度夺冠，让从未有过国际大赛经验的她，或许将直接站上东京奥运会的赛场。横空出世的全红婵成为了中国跳水队今年最大的惊喜。去年十月首站选拔赛。13岁的广东少女就以零失误的惊艳表现一举夺冠，那还是她首次参加全国比赛，所谓出道即巅峰。如今第三站选拔赛，全红婵、张佳琪和陈芋汐三个零四后小姑娘联袂贡献了一场世界级水准的跳水比赛。这回全红婵又以无可挑剔的技术动作拿到了440.85的高分，一举战胜国家队名将张佳琪和陈芋汐，强势者会。三战两冠让全红婵基本锁定了一个奥运席位，而夺冠后的小妮子却有点懵，对于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她也表现得格外淡定。感觉不敢相信，就感觉跟他们比就有点不太可能，但是我会想没事，跟谁比都一样，不管怎么样跳好自己就行了。不管跟谁比都是跟自己比的。对，我记得第一站的时候你拿了冠军，那个时候问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说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吗？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可能要去奥运会了。然后呢？你期待吗？你激动吗？还好，就奥运会，就跳的时候就跳五个动作，就跳每跳。都跳自己的，就想好每一个动作嘛，把自己超了就行了。或许就是身上这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狠劲儿，让全红婵发挥出了最好的自己，也让中国跳水队多了一个甜蜜的烦恼。只有两个名额，究竟该派谁出战东京奥运会女子单人十米台项目的人选？黑马全红婵没有任何国际大赛经历，却拥有绝对实力。这些新生代小花已经在国家队刮起了一股青春风暴，也让我们对跳水梦之队的东京奥运之行充满期待。全红婵岂敢游戏少女？你觉得你性格是怎么样一个人？性格？性格？性格？不是写格，是性格。性格谁呀？你的性格？啥？个性？你的个性是啥？平常是什么风格？平常有什么风格？个性？
我吗？好好。三一呀，一，我呀，我。我比较喜欢玩儿，我比较喜欢玩游戏，玩那些吃鸡、王者荣耀，就比较喜欢玩这个。可是它限时间呢、啊，没到年龄啊。有时间限制。对，只能玩一个小时，也只能玩两盘，够。玩吃鸡垃圾了一点点，玩王者的话还好还好。就有时候运气挺差的，就零杠五啊，零杠六，零杠十，搞得我心态崩了，心态崩。